这次的旅程真的是一个非常坚持的旅程，然后这次能够有这么好的成绩，其实真的要感谢直属，然后对，国际电视的团队，然后一直以来的就是支持跟帮助，然后才会有这个很好的成绩。因为柔道项目其实看似一个人站在舞台上面，那其实背后有很多就是这些人的替你，就是替你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是成为你最强的后盾，包括我们的柔道的这个培训队都是非常努力的，而且这次的比赛大家都非常的有凝聚力，让我们这次能够有好的成绩，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感谢大家的努力，然后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在我非常我想要感谢的就是我哥哥，不管他成为在哪个阶段成为什么角色，他都是一直陪着我一起努力，然后往同一个目标在前进。然后这一次能够一起见证到这惊喜的一刻，我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也谢谢大家在电视机前面为我们加油。然后接着还会有很多的中华队的名将们甚至是小将们都在努力的为我们中华队夺取奖牌，都夺取很好的成绩，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的关注他们，继续关注体育，谢谢。左边的朋友再看一下，左边看，那有一百。